说啊，我可只教你这一次，你要自己学着点儿。之后呢，要自己多多练习，勤能捕捉。这可难，我南翔肯定一学就会。丸子，丸子，你干嘛呢？回来！小宝，几日不见。你过得好吗？不是你神经病啊，你干嘛穿成这个鬼样子？老子眼泪都被你吓出来了。这是那个碎大石教我的，他说你会喜欢，你要是不喜欢我会去把他杀。不是什么私会，我们就是吃饭聊天而已。吃饭聊天你可以找我呀，你为何非要找一个化名在外的未婚男子呢？司徒大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伶牙俐齿还敢顶嘴。虽然你贵为郡主，但你更是我梅家的媳妇，今天我就要替梅家教训教训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媳妇。